您好，欢迎您前来参加今天海外昆曲社云端系列讲座系列《昆曲的曲谱、舞台、笛艺》这个讲座。我是海外昆曲社的社长张东兴。今天的节目所采用的是讲座的模式，首先由主讲人进行讲座，讲座之后有观众问答的时间。然后在整个活动的最后，我们会邀请所有来参与的嘉宾，邀请加入我们进行截屏合影，然后跟今天的主讲人进行轻松的对话交谈。所以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参加，欢迎您前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海外昆曲社从去年2020年开始，为了在疫情期间继续曲社学习、传承和推广昆曲艺术的宗旨，活动都转为在网上进行。讲座这个系列呢，是曲社所尝试和发展的活动。去年由曲社的吴德章老师、殷海怡老师以及蔡清林老师分别做了讲座，效果都非常的好。今年曲社将继续进行讲座这个系列，今天的讲座是今年的第一场。那底下呢，我还请海外昆曲社的艺术总监陈明老师，也是整体系列活动的统筹，为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曲社为今年上半年为这一系列活动所做的准备。有请陈明老师。好，大家好，两位王先生好。那个我们呢，今年2021年开始呢，这个今天3月26号是第一场讲座，当然大家也看见了，主讲人是王定一、王希一两位先生。其实我想大家也知道，我再顺便介绍一下，他们两个可是亲兄弟啊。今天是他们第一个讲座，那么接下来在4月24号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江苏省昆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龚颖蕾女士为大家做一个讲座。至于讲座的名称，我们正在确认之中，那个时间是不变的，4月24号。那5月15号的时候呢，会请我们海外昆曲社的，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咖啊，周明老师，为我们也进行一个讲座。名称当然也在确认之中，他会以他的笛箫为主题为我们做一个讲座。今年上半年大致就这么，现在确定的就这么三个内容。那我们在六月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第四个活动，那我们还在确认之中，等我们确认好了呢，我想我会告诉大家的。我这里大概就是这样。东兴。好的，要非常谢谢陈明老师，那也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今天的活动，接下来曲社的活动，还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跟支持。那今天的讲座呢，其实缘起于去年曲社跟法拉盛文艺中心所联合制作的《游园惊梦：张充和在美国的昆曲人生》这个节目。去年为了这个节目的资料的搜集，曲社访问了王定一先生以及王希一两位先生。在访谈的过程，两位先生除了分享他们和充和老师的认识和交往，也谈起了他们各自对昆曲的喜好跟研究，他们有着许多的昆曲故事，从中国、台湾到美国，他们一直都投入在昆曲的艺术当中。曲社呢，因此邀请两位先生进行一场讲座，他们呢欣然接受，而且做了非常多的准备，所以在这里要代表曲社谢谢王定一先生跟王希一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那根据两位先生的自述，他们痴迷昆曲已经超过60年了。小时候由母亲以及姨母启蒙开始学习昆曲的唱腔、念白跟笛艺，然后在台湾的时候还随着徐炎之、张善薌两位老师指点舞台的昆曲艺术，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呢，跟随着张充和曲家学习昆曲的文词、四声音韵、随腔打谱的曲理诠释等。那他们非常愿意把几十年来的学习心得跟曲友们分享。那在今天的讲座呢，他们就要和大家分享他们在昆曲的曲谱、舞台艺术以及昆曲笛艺这三方面的经验跟体会。那底下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定一和王希先生。那由王定一先生先从曲谱这一方面讲起，有请王定一先生。
好，我是王定一，大家好。今天我们先开始讲的是希一跟我们两个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曾经仔仔细细整理出来了两套的曲谱。第一套的曲谱就是墙头马上的曲谱。墙头马上是元朝白谱所做的四折的折子戏。很可惜曲词白口这些都传了下来，但是谱没有传下来，也就没有办法再演出了。所以在1963年的时候，上海昆剧社就根据白谱的墙头马上改编了九场两个半小时 一天晚上能够演出的墙头马上的曲演出的曲跟戏。这个同时呢并灌了这个唱片，在1964年春天的时候，这个唱片传到了台湾，所以台湾的敏凤唱片公司就出了一套，就像这张照片上一样，总共五张十寸的胶片，每一面是15分钟，所以总共是两个半小时的唱片。当时所有在台北的昆曲喜好者都买了这些唱片听，所以在曲会里面的时候大家就谈到，哎呀，可惜没有谱，所以没办法仔细听，更没有办法说随着这个谱来唱。所以我们两个人听到了以后就觉得，哎，说不定我们两个人可以贡献一点，所以利用暑假1964年的暑假两个半月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就把这个两个半小时的谱完全听写下来，其中包括词谱以及白口，整个听写下来。听写下来了以后我们初稿就呈这个徐炎之老师还有焦承允曲家请他们指正，他们也做了不少的建议交还给我们，然后跟我们说你们这个谱基本上讲已经相当完整了，所以可以想办法印出来，来提供给所有的曲友，我可以供来欣赏这个曲子。那个时候没有影印机，所以唯一能够印的办法就是用钢板，用蜡纸刻钢板油印。当时我们兄弟两个人的字呢是实在登不了大野字堂，所以呢我们就请另外两位曲家朱元寿曲友抄前半部，张厚恒曲友写后半部，就刻这个钢板蜡纸，然后把它油印出来。所以在下面一张，这个就是我们油印出来谱的第一页，这个字就是朱元寿曲友写的。下一张，这个是墙头马上曲谱的最后一页，这后面一半是张厚恒曲友写的。经过了将近60年，我现在在这里还是要特别向两位先生说一声谢谢，能够让这个曲谱供给所有曲友们使用，这个我们是非常的感谢。这一边厚恒写了民国53年8月26日定稿，也就是说在1964年8月定稿，然后这个后面我们马上就自己把它油印出来了以后提供给当时尤其在台北的曲友们来作为演唱这个欣赏的时候的版本。希一，你是不是补充一下这个大陆后来对这个谱的情形？对，我这个谱我们是不只是曲词曲每个曲子的谱册有，所有的过门全部记录下来，所以是很真实的记录了演两位演出的记录。这个我们后来
跟尚昆交流以后，尚昆说他们的原谱在文革时间已经流失了，所以这一套东西可以说是唯一的原谱。好，下面。好，所以目前以我们所知，这可能是在最原始的羌托马上让这个曲子编写出来以后，剩下来唯一的谱，像刚刚西讲的尚昆的原谱已经流失了，所以这一点也算我们兄弟对这个昆曲推广的一点贡献。而在听写这个谱的时候，对我们两个人的得益非常大。我们当时对于曲牌这个曲的格式完全没有印象，根本不懂这是什么玩意儿，所以就按照这个听写下来，再整理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这个曲牌跟曲的格式这些东西中间通通有互相的关联，不是闭着眼睛随便弄出来的。这点对我们两个人而言，对昆曲结构的了解的得益匪浅。好，那我们再讲下一个曲谱，下一章。这一本曲谱是由我舅舅许伯求先生所写的，叫《杜曲百萃》。这个里面本来他是预备写100出戏，但是呢没有写完，他前面总共写了50出戏，主要是生旦戏，本来后面还有50出，主要是老生、官生跟丑这些的戏，可惜没有写。但即使是前面这一半，我舅舅总共写了18年。文革的时候真是叫是运气好，文革的时候我舅舅已经过去了，他1962年过去了，他就把他这个手稿摆在他的床底下，他的子女根本不知道有这份手稿，所以文革的时候那时候是闹得个一塌糊涂。像他的大女儿，我的表姐，一天到晚被推出去拖出去游街呀。这个当时如果他们晓得有这一份谱的话，一定烧掉，不敢留。当时不晓得，所以糊里糊涂这个稿留了下来。1989年，尚昆到美国来跟我们碰面了，其中这个岳美娣岳老师回到上海以后，在上海滩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兄弟两个人在美国怎么样在推广昆曲，被我的大表姐，也就是许伯求的大女儿看到了。所以有一天我就收到一封信，收到他从上海寄来的信，是听说你们对昆曲也很有兴趣，我这里有我爸爸的一些谱。他就那时候已经有 copy machine， 他就印，他说我先寄30个 page 给你。我一看到大吃一惊，你先寄30个 page， 你总共有多少啊？所以我马上打电话到上海给他，我说你手边到底有多少个 page？ 他说我这边大概有400-500个 page。 我说你不必再寄给我了，因为过一两个月以后我母亲会从台湾到上海去，我说到时候请你把这个谱就交给我母亲，我母亲就把他带到台湾。那刚好我那时候也回台湾，从台湾就把这个谱带到美国来。所以在1991年的时候，西一跟我们两个人就把我舅舅写的这个谱整个开始整理，大部分都已经很完全了，尤其前面这个散曲部分都已经很完全了，但是后面整出的地方他还没写完。像有很多戏，比如像秦挑，他整个词白口通通写完了，但是呢曲谱还没写。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尽量想办法把这个还没有写的部分，甚至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错误，我们就尽量想办法把它订正，把它这个整理出来，然后带回台湾把它印出来。这个曲谱的名字也就是我舅舅当年自己定的，就叫曲谱杜曲百萃。本来是预备是100出戏，但这里面只有51出戏，后面还加上这个也不算昆曲了，就是吹腔这个范马骥齐双会里面的3折。那下一章，前一章
对，而这个曲谱的题签是我另外一位堂舅许基传伯伯所提，舅舅所提的。基舅他是跟着梅兰芳先生做文书工作，做了几十年。各位如果对尤其评剧有兴趣的朋友，可能看过梅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其实那一本书是基舅写的，而且基舅的书法也是成家的，所以当时他听到说我们要把这个杜曲百翠复制，他就说，他说这个印曲谱这个是传世的大事，我一定要提，所以他就特别提了这个杜曲百翠这四个字。然后在这个上面，他最后在他提的这个下面用的印上面，这颗印就是许伯求舅舅刻的印，所以这个上面非常珍贵，是我这个许基传舅舅的字，许伯求舅舅的印。在他提签提完这个以后，一个星期以后他就过世了，所以这个绝对是他最后的一幕。下一张，在这曲谱里面我们附了一张许伯求舅舅的照片。这张照片大概是民国三十六七年，也就是1947-48年左右时候，是我们手边少有的几张他吹笛的照片。好，希一，下面你接下去。这个中国传统戏剧，它的舞台是一个想象的舞台，是由演员跟观众按照一定的规则把它想象出来的，所以它舞台上没有真实的布景。像我们这个图里面这两个就是只有桌跟椅，像右边这张红的桌子是横摆的，这比较正式，所以这是正厅用的。像左边那张白的是桌子竖起来摆，这个是可能在花园里或者在其他地方用的。所以这些地方呢，这个桌子椅子摆法有规定的，有规则，所以观众跟演员通通要能够了解。像这个红的这边右边后面有个张椅子，这张椅子我们叫做大座，也就是说所有里面地位最尊贵的人坐在那个地方。如果他在他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观众看的右手边，那个叫上手，他的现在左那张看到的那张椅子是下手，所以这上手下手不可以搞乱，坐的人持续一定要按照规则坐。当然现在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女士们可能要抗议了，如果是夫妻坐，永远是丈夫坐在上手，妻子坐在下手，不管你妻子的地位多高。你像我们京剧里面有一出四郎探母做工，铁镜公主她还是要做下手，而是杨四郎做的上手。所以这个呢是在舞台上的规定。而左边这个呢是比如说像小燕，或者是长生殿小燕，或者是玉簪记琴条，因为它不是在正厅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椅子要直的摆，这个时候就只有上手跟下手，没有主位。如果碰到特别情形，后面要坐个人的时候，那个第三个位置是最下的。譬如说像我们《狮吼记》《春游》里面，苏东坡跟陈继常带着歌妓秦超在郊外喝酒，这个时候苏东坡 坐上手，陈继常坐下手，秦超坐在台子后面，那个不是大位，那个是小位，那个是一个服侍人的位置。但是这个时候要很注意，因为我看过 一个录像带，他们把这个桌子摆成横的，就像右边这个样子了，
那这个样子就变成琴操作在大位上，完全不合理。所以就要注意，在这种情形下，这个桌子一定要直摆。所以这就是所有一个桌子中间的一个规则。好，下一张。那这舞台上我们只有桌椅，但是这个桌椅的变化摆放有各可以代表各种不同东西，大家想象。左边这个是一个三缸，就是雷峰塔水斗里面法海坐在金山上面，看到底下天兵天将跟这个白蛇青蛇在打斗，所以你看法海是坐在坐的那个位置，坐在桌子上上一个椅子，这就是个三代表个三缸。可你看右边这一张也是桌子上带个椅子，但这个时候呢就不是三缸了，这是阁楼，这是长生殿，这个文陵里面唐明皇在剑阁避雨的时候登剑阁，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同，几乎 相似的摆法，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就代表不同的意义。好，下一张，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利用不同的布景就可以用把舞台变成了像学堂里面的，这个就是一个上课的地方。右边的祠堂，这是窟像，长生殿窟像，这个时候把杨贵妃的像摆进来抬进来，这所以这个祠堂。那左下的就是一个百花珍见里面的百花公主的卧室，很正式的一个卧室，所以它有两个，那个中间那个红的是两个椅子，然后上面用个大帐把它遮起来，然后中间还摆个小椅，摆个椅子，就总共三个椅子，那个坐在那个椅子里面就代表在里面睡觉。那右边那边呢是一个梳妆台，右下角这个呢就是玉簪记的琴条，琴条注意不是在陈妙长的房间里发生的，是在台的外面，可能是庭院，可能是外室，就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桌子是直摆的。好，下一张，中国的传统舞台呢是一个环境移动的舞台。这个环境移动的舞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演戏中间，我因为后面的这个因为故事的需要，我可能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并没有移到另外一个舞台，而是同一个舞台。如果没有什么布景的话，大家观众就自己想象他已经走开 走到另外一个舞台去了。但是有的时候呢需要移动一些桌子椅子，比如说牡丹亭惊梦，游园惊梦从开始他的化妆台到花园再回到房里归房，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舞台一定要变化。这个变化呢有的可以在场上人员把它移动，比如说要梳妆的时候，那个杜丽娘本来坐在台中一个小座上，这时候站起来以后有可以由春香把她移到梳妆台旁边开始梳妆，但有的时候不没办法，长生殿金变要安排小宴的时候也可以太监宫女出来。 OK， 下一张，有的时候呢并没有办法由演员或者场上人员 来移动这个 场景，那个时候中国就有一个传统的人叫做剪场，这个剪场上场可以跟动场景，但是他不是剧中人，所以观众都了解他不是剧中人。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如果他对这个
因为简厂对戏都很熟，所以他可以利用影响最小的时候来移动这个场景。现在呢，一般的剧团都不希望用剪场，认为这是搅乱这个戏剧。但是呢，很多都是把它用再拉起一道幕，也就是说在幕后面换场景，幕前面演员照样演。这个一般在京剧或者地方戏曲中间影响不大，因为他们有一些过场的场次可以过，但是昆曲很难。昆曲所有的场次全部有唱有剪练，所以假如说我们像游园惊梦，从游园回来以后，这个杜丽娘跟春香在唱葛尾，这时候如果你把它移到前面来，这就完全不像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有剪场上来这个移动幕景。 OK， 下一张舞台的布景也是一样，就是尤其是最后的底幕基本上是以深色一色的深色为主。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传统戏剧化妆跟服装都很鲜艳，如果你后面再配了一朵 大牡丹在后面，这个时候演员的眼神就看不见了。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有人说我为什么看不到演员的眼神，是因为受到了后面的底幕上的图案的影响。所以这个呢，一般在传统的演法最好舞台的不要有任何布景，因为而且是因为是移动的空间，所以你布景一直要再换，这就很麻烦了。好，下一位，还有一个问题是舞台的音响。现在反正因为综艺节目都在用，大家都用的小蜜蜂，可是小蜜蜂用在昆曲上有两个最大，也就三个问题。第一，昆曲的动作比较多，每唱的时候就有舞，所以一出声就有舞，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水袖一动经过了麦克风前面，就会听到风声。第二，原来昆曲舞台戏剧舞台是一个立体的，你人在右边讲话，我们在右边听，右耳朵听得比较强，你人在左边讲话，我们在左耳朵听得比较强，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立体的感觉。你在前面讲话声音比较强，在后面讲话声音比较弱一点，所以这是整体的。可你用了小蜜蜂以后，不管你站在什么地方，你声音是一样大小，就变成平面的音乐，平面的戏剧。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当你好几个人在台上，你那个音量调整不是控制不是很好的时候，会产生某个人是音量比另外一个人音量大，而这不是自然的声音的大小，而是因为扩音的大小造成的，这个非常刺耳。另外还出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我们唱曲子是要用丹田气来唱，可是你如果有了小蜜蜂以后，你不能够太用力，太用力这个风声通通进去，所以就变成在哼曲子，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本人不赞成用小蜜蜂。如果你一定要用扩音器，可以把它摆在台上的那个扩音器，这个时候还有方向感，有远近方向感，所以这个时候可以。但是你用小蜜蜂，这方面就不行。当然，如果你真的必须要用，我们也试过，
可以用两个很小的很小的小蜜蜂，不是那种别在胸前的那种，很非常小，只有个米粒那么大小的，你可以藏在你的头发里面，而且我建议是藏两个，一左一右，至少有个左右方向感，不会是单调一个。如果你真正一定想要小蜜蜂，最好是用这个。另外是中国的戏剧，因为服装华丽，化妆鲜艳，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采用彩色灯光。如果你是杜丽娘，就打了一个蓝光上去，变成这个鬼魂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麻烦。所以一般的舞台灯光必须要用是均匀的自然色调灯光，灯光太强太暗都会造成服装化妆的改变。所以一般如果化妆前我们到一个新的剧场，我们一定要先去看它的灯光强度，如果灯光强你要化浓一点，如果灯光弱你要化淡一点，所以这个要配合的场地。所以基本上一个剧团的舞美队员在到了一个新场地之前要先看检查灯光，然后通知所有演员你们今天要怎么样化妆。那当然了，现在的剧场我们有很多特别的效果可以用，所以如果在能够增加戏剧效果而不影响演唱，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灯光来帮助。比如像这边这个例子，武旦亭寻梦，在他这个杜丽娘因为伤情已宿而眠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把灯光慢慢慢慢熄掉，然后呢在音乐声中结束。所以这样子的话 增加了感人的气息。所以我们现在就放一段录像大家听一下。这是我们另外一出戏《长生殿埋玉》，最后杨贵妃致意的时候，我们也利用了灯光。这个时候把全场的灯光暗掉，只留了中间一个spotlight。这个时候变成高力士跟本来旁边还有高力士跟陈元礼，这时候因为灯光的影响，高力士陈元礼看不见了。就只剩杨贵妃鬼魂一个人，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一个试验的一个结果。好，请放一段录像。
什么要吩咐的？下一页，
下面这个我讲一下，就是我们在烂柯山痴梦里面跟泼水里面所用的灯光效果。痴梦在崔氏入梦的时候，那个院工衙役这些上台用很低的低沉的声音讲，就在那个低沉声音的时候，灯光渐渐暗下来，稍微暗，不是暗到很稳，就稍微暗一点，所以变成梦里面跟真实的中间有区别了。而等到最后张木匠用斧头劈桌子把崔氏吓醒的时候，瞬间放亮，所以这个时候又回到一个现实，就产生了一个 很强的震撼效果。到了泼水那边呢，就在最后要投河的时候也是一样，把舞台的灯光关掉，只剩一个聚光灯，而崔氏拿着水盆转圈子，一面转一面转，最后跳进那个聚光灯的中心，就好像跳到水里去一样。这是我们在这个舞台灯光上做的几个特别的实验。好，舞台部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为止。下一页。下面呢我们介绍就是曲谱，现在我们常用的有公尺谱跟简谱。大家可以看到这右边这边是公尺谱，左边这边是简谱。可这两个谱在使用起来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唱曲子必须要唱出曲情曲意，也就是要配合曲词，因此公尺谱呢是以曲词为主。梦回莺转，乱煞连光片，人立小亭深院，一眼就看到了，你马上就可以晓得当时杜丽娘的心境跟情景。可你在简谱呢，它最上面一行是音乐，后面下面才是字，所以你看的时候只是先看音乐再看字，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公尺谱可以看得那么影响那么大。譬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个例子，乱煞连光片，这一句乱煞连光片三个词段，所以你唱的时候必须要把三个词段唱出来。可是在公尺简谱上都是瑞咪哆啦瑞哆啦啦瑞哆啦，就是乐段跟词段不是同时结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可能吹成瑞咪哆啦啊瑞哆啦瑞哆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乱煞连光片，你的词义就不对了。请大家现在到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这个音乐带，你去听听看，十个有九个是那样子吹的，这就是因为看了简谱的问题。而看了公尺谱，你自然会 re mi do la re do la re do la。这就分就按词段分开了。好，下一张。那么昆曲呢有很多腔，而每个腔它有它的特性特长。比如说有一个腔我们叫做滑腔，滑腔总共是一般是在两拍中间完成，先往上然后往下滑。而滑腔呢是说把往上的最上面那个音呢重复一次，然后再往下滑。但是要注意一点，那个重复的音是在第二拍的起头，这跟其他所有的腔都不一样，只有滑腔就是柔腔有这个作用，所以它是先往上再，所以你在看谱的时候很清楚，在那个重复那一点的右边它有一个拍子，
譬如我们连烟丝最软的坠子，大家看，嗦啦啦嗦咪，第二个啦，那是一点，旁边有个头眼，所以我看不清楚，旁边有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唱的时候要按第二个啦要比第一个啦重，所以第二个啦要唱长一点，后面那个 re mi mi re do 同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就是柔腔滑腔的作用，所以等一下那个定一会把它整个详细的介绍，大家仔细去体味这个东西。另外还有一个腔，我们称为错腔，也就是在每一个字，在字的最后这一拍有两个音是往下的，比如说少光剑的光字，最后是拉拉索，本来是拉索，先加一个拉，这叫做错腔。但这个错腔有个问题，我是唱拉拉索还是拉拉索？这个是公尺谱给演唱的人的一个自由度，演唱人可以按词义、按声段配合词义、配合声段来决定。但是到了简谱的话，它就因为长度已经固定了，就没有办法调整。好，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在中国音乐里面没有三连音，所以这三个音不可以唱成每人三分之一拍，一定要有一个是半拍，另外两个是四分之一拍。哪一个第一个音半拍还是最后一根半拍，这个就是由演唱人自己决定。但是像苏鲁曲谱，他按照一个方法提示初学的，你可以按这个方法来唱。就像这个拉拉索，就是这光子，大家看到这边那个四后面一点很靠近，跟那个后面和中间空了一点，这就表示是前面两个音短，后面一个音长，所以这是拉拉索。但如果我们看片青山的青字，是公尺，后面也是错腔，但是这个你看公尺中间的距离是一样的，这就代表第一个公是半拍，后面的公尺半拍，所以就是咪咪瑞。当然这个是苏鲁曲，只有苏鲁曲谱有，普通其他曲谱很少有这样精细，它只是提示给初学的人做一个基础。当然我们为了那个唱曲子是一个艺术，是个文学，所以必须要有弹性，绝对不能够死。等一下定一会介绍这些小的地方。另外昆曲里面还有一个特点是叫做腰板侧眼，也就是说这个板是在两个音中间一个板，就像弦灵冕的弦子在拉跟嗦就五跟六中间有个板一横，这是腰板。腰板有个特性，腰板侧眼有个特性，就是它的节奏性特别强，所以在北曲里面用了很多。这个时候你在公尺谱上一眼就看见了腰板侧眼，但是你在简谱上你不容易看得出来，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就这些东西呢都是公尺谱可以提供的资料，而简谱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提供。那我介绍就到这里为止，下面就请定一介绍第一。好，我在下面要讲的，当我们开始学昆曲的时候，一开始都是所谓拍曲子，也就是说老师我们拿了曲谱，老师唱一句我们跟着他唱一句，所以就晓得哎，这个地方要强那个地方要弱，等到我们把整个曲子唱完了以后就说好
我学会了这个这一出戏，我就学会了。我今天要谈一下的，我们不讲这个怎么拍曲，我们是讲怎么安排。也就是说，我们晓得这边要强，那边要弱，这边要长，那边要短，为什么？所以我们仔细要谈的就是说，不只是要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说不 只要晓得怎么样唱，还要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唱。那我举个例子，其实也就是这个一开始就是游园的步步高，为了要吹笛，一个最主要的观念，昆曲里面的笛是伴奏，不是主奏。你的主要任务是要把唱腔唱的人的唱腔拖出来，句子拖出来，甚至于整个剧情的精神拖出来，这个才是笛子伴奏最主要的任务。所以在这个时候，第一步要做的必须要先会唱。如果你不会唱，你怎么拖那个腔？所以像我们这个步步高一开始，鸟禽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屑，这个我曾经看到有的人在说明啊，这个是晴天，这个蜘蛛丝在那边飘，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着相。实际上汤显祖写这个精彩的地方，他就是把抽象的东西具象化，实际上他讲的是春天这个晴天的气氛，不一定要有蜘蛛丝。所以他说晴天这个气氛随着这个风吹到了这个庭院里面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心情是很轻松愉快的。这一段的吹法也一样，要吹得比较轻松愉快，必要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小小的这个花腔。讲到加这个花腔就是大头，我这边有一个建议，为什么要有大头？大头实际上是吹笛子的人告诉唱的人说我下面要改音了，比如说是喇，我下面改成哆。你当然你可以直接吹喇哆，但是呢，为了要这个搭配更完美一点，我们前辈艺人就在这个哆的前面加一个瑞，因为你不能够把哆找出来，哆如果早一点出来你抢了拍子，拍子错，所以呢在哆前面加个瑞，所以这一出来就变成喇瑞哆。好，这个瑞一出来，唱的人就晓得下面一个音是哆，所以他就开始唱出来是哆。这个时候刚好你笛子的哆也出来了，这时候两个人才能够严丝密缝的配合起来。那我听有一些尤其学过国乐的曲友们吹笛子的时候，喜欢在前面加一个抖音的大头，比如说是像这边一开始鸟禽丝，嗦咪咪啦，这个嗦前面他就加一个啦嗦啦出来。我基本上是很反对这样子，就像我刚刚讲的，大头主要的目的是吹笛人告诉唱的人要改了，我音要改了，我下个音是什么东西。你现在一给，不是给一个音，是给几个音这样子抖出来。所以我曾经听到有的人伴奏的时候，唱的人音即使没有唱走，唱出来的音不稳，原因就是因为被前面那个花腔搅掉了。我们笛子的目的不是去搅唱的人，笛子的目的是去衬托唱的人。所以我基本上像我以前吹的时候，因为我也吹过国乐，有的时候也用会加一点这样的大头，现在我已经全部拿掉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吹这个，尤其是吹过国乐的曲友来吹这个昆曲的时候，这个大头方面要特别小心。而且像刚刚讲拉瑞斗，这个瑞吹的要轻，是一个虚的，因为它不是实腔，所以吹的时候虚腔跟实腔一定要分清楚。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看
整个一段的曲子我们要怎么样安排，就像这个鸟青丝吹来闲庭院，遥样春如线，这个中间呢要吹的比较轻快一点，心情也很好。那这个杜令阳到了院，然后 花园里面去停半晌整花店，哎，风吹来了，看看风有没有把我的这个头面啊，这个头发吹散掉。下面两句就很重要，莫揣菱花偷人半面，菱花是镜子，莫揣菱花，没有想到这个镜子偷人半面，偷了我半个脸去了。他没有说杜丽娘去照镜子，他说镜子把杜丽娘的脸偷了半个去，这个就是汤显祖精彩的地方。尤其这个偷字用的极好，这个偷它是镜子偷的，不是人在偷，是镜子在偷，镜子把你半个脸偷去。所以这个时候在唱这一句的时候，小姐即使像以前的大贵这个去照镜子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哎呀好像人家觉得我喜欢漂亮，现在的小姐巴不得说我越漂亮越好。所以在这个偷人半面的时候必须要有含羞的意味在里面，不好意思，所以唱的时候把声音低下来。这个地方张充和张阿姨唱的是非常精彩，像刚刚开始进场的时候那个笛子就是张阿姨吹的，我特别听到他这一句，他吹得非常好，而且整个音就把它收下来了。在这里面菱花刚好，尤其是菱子是高音，高音的时候你强把它放出来，所以莫采菱花再恢复正常，所以这个就是整段曲子怎么安排的问题。这个在西洋音乐里面就叫 phrasing 呀，实际上腔也像这个刚刚西西讲的滑腔，这个橄榄腔，这些腔都是 phrasing， 这个是一个音的 phrasing。现在我们讲的是一句句子的 phrasing， 然后再大的时候就到整段曲子或者整出戏的这个精神，所以在唱这个曲子的时候，不是说我把这几个音唱出来，我笛子能够把这个弓尺吹出来，哎，我就算这个曲子会了。这曲子完全不会。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曾经有这个曲友提过，哎，你看西洋的音乐，西洋音乐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交响乐里面每个人就是照了谱，这个阿拉就根本不讲这个曲情这个中间怎么配合的问题。这个我相信，我觉得这位先生大概对于西洋音乐还不是很清楚。我有自己有一个经验，我当年为了要看看尤其西洋笛子对于昆曲的笛子方面能不能有些地方我们能够借鉴西洋笛子的技术，所以我特别花了两年的时间拜了老师学西洋的长笛。结果在那个时候刚好这个法国的笛王阮炮到我们那边去，他举办一个 master class， 所以当时这个那边的长笛俱乐部就选了一些算是非常精彩的青年才俊去当的这个阮炮的面请他指点。其中一位小姐上去吹的时候据说那位小姐是他们这个团体里面吹的最好的一位，她才吹了两句阮炮就把她停下来，她还以为她吹错，阮炮就问她，这是你会不会哼这个曲子，她说会，因为她也不知道已经吹过多少遍了，她说会。阮炮说你哼一下给我听，所以那位小姐就把这个曲调哼出来了。哼完以后阮炮跟他讲，
为什么你哼的时候你有 phrasing， 就是有收放，你吹的时候没有 phrasing， 你只是把这个音一个音一个音吹了出来。你再试一下，你吹的时候把你唱的方式吹出来，哎，果然那个小姐天分也很高，果然再一吹出来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相信 Ron Paul 给他的这个指点他终身受用不尽。这个也就表示说并不是西洋乐器就不管这个唱。所以 有的人如果你问说，哎，笛子是怎么演奏的，当然是吹，不吹笛子声音怎么出来。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吹笛子不只是吹，而且是唱，你的心里必须要在唱这个曲子，然后笛子吹出来，这个时候你才真正能够把这个曲子，小的是 phrasing 呀，是这个句法跟这个腔法，大的是整个句子的结构跟整段曲子的意境才能唱出来。所以像我在吹笛子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脑袋里面根本是在唱呀。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早期在台湾的时候就是我的姨母佩仪，到美国以后就是聪仪，两位对我的影响最大。所以在我现在吹笛的时候，吹到他们比较熟的曲子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根本就在唱他的曲子，耳朵里面几乎听到他们唱的腔，然后笛子再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笛子不只是吹出来，笛子是唱出来。像啊，我们继续这个曲子，下面是头人半面以后，移豆的彩云篇。这个彩云不是天上的云，彩云是指他的头发，彩云篇表示说他的头发偏到了一边。我不相归，怎便把全身现？哎，我从我的相归出来，怎么好意思，等于说把我全身露给人家看？在那个时候的大家闺秀是不能够随便，这个就是让人家看到的。所以现在我就把这一段的笛子播放一遍，各位可以听一下这个我的吹法。而且尤其是我刚刚讲的几个特殊的地点，请播放。
好，下一张。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游园里面好姐姐这个中间，我们看看怎么安排她的唱法。片青山啼红了杜鹃，这其实就是说满山开片的红杜鹃。这里面汤显祖的本事又出来了，他用了啼这个字，这里面的杜鹃是花，可是杜鹃啼血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所以他用啼这个字把杜鹃花跟鸟的双重性格合在一起了，啼红了杜鹃，实际上讲穿了就是满山的红杜鹃。那荼蘼外烟丝最软，这个刚刚西医也讲了一点，荼蘼是一种爬藤的植物，是看起来亭亭袅袅，所以它这边来形容烟丝最软，这个烟丝在那边飘飘烫烫的这个味道。而且这个荼蘼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伏笔，也就是在寻梦的第一段，这个懒画眉里面说睡荼蘼睡荼蘼抓了群群钗屑，说是他说把荼蘼拟人化了，说是荼蘼来抓这个杜丽娘的裙子，而不是说是荼蘼就说是勾了上去。然后再下面恰便是花似人心向好处牵，就说他整个把花拟人化了，你看就是花像人一样也希望能够往好处去。这个是后面寻梦的里面，而他在这里呢用这个荼蘼同时给了一个伏笔，跟后面相呼应。这里面这个烟丝最软的四个字，我就觉得要唱的又轻又软。我们先讲这一段，其实从词来看还有那牡丹虽好它春归整占得先，牡丹花虽然非常好，可是呢 它开的比较晚，花已经先被别人开掉了，所以这是杜丽娘的感叹呀，牡丹虽然那么好可是太晚了。所以在这个几段里面，其实这个曲子并不一定是淡唱，这个曲子老生也可以唱，小生也可以唱。所以我这边就假设如果这个曲子是老生唱的话，它是怎么吹法，基本上讲谱还是这一个谱。好，我们听一下。所以很多人在开始学，尤其学吹笛的，学到这样子就说这段曲子我已经会了，可是下一章如果这一段曲子是由小生来唱，小生就可以比较俏皮呀，里面的大头可以加的比较多音响。
好，下一张。但是这段曲子实际上是旦的曲子，对吧？旦怎么唱呢？这里面，旦就要唱的比较柔和，尤其是咽丝最软这四个字，咽丝最软这四个字要唱的停停袅袅，很柔和。刚刚西医已经讲的坠字里面是两个滑腔，这个旦唱着的时候跟老生或者小生唱唱法就不一样了。像这里面坠字唱的话是奏奏为女人，这个唱的时候这个滑腔就像西西刚刚讲的嗦拉拉嗦咪，第二个拉要重，而且呢拖长，这样子把这个段的停停袅袅这个意味出来了。注意绝对不能拖拍子，所以就把这个第二个那个拉下面的第二个咪把它拖长。然后我个人的感觉，这个坠子一口气中间不换气，两个滑腔结起来。那这个曲子我后面一直会吹到这个曲子完，所以他春归整在你的弦，弦里面就说，哎，我们来听听这个到底是什么声音。这里面下面这个呃很重要，这个只是一个拉的音，但是像我普通吹的话，我这个地方这个半拍会用很快的抖音，就是 trill， 很快的抖音。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讲的是声声燕语鸣如解，音粒粒音声溜得圆鸟叫，所以这个基本上讲等于在模仿鸟叫。这边我以前也听过有人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拿了一个那种水哨子，一个像鸟一样的哨子，里面灌点水，你吹一下就咕噜咕噜噜会叫。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这个东西象征性的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吹的时候，这个就是抖音抖出来的。好，这个我们现在听一下。下一页。下面我另外想举个例子，就是秦条朝元歌里面的第三支朝元歌，是旦唱的。这个词其实很白话，你是个天生俊生
称赞风流性。这个什么意思啊？你是个大帅哥，不过呢也是个花心萝卜，所以尤其是前面你是个的时候，就像现在的粉丝崇拜这个刘德华，你要喊出来，哇，你真是我的大帅哥。所以这个地方鼻子也要放强，这个唱的人也要很强的放出来，哎呀，你真是我的大帅哥呀。看他无情有情，只见他笑脸儿来相问。他那个时候陈妙常已经可以感觉到潘必正对他有情意，但是呢还是不太秀呀，所以看他无情有情，只见他笑脸儿来相问。哎，他就说很开心的来跟我谈话。所以这个地方笑脸儿这三个地方可以吹得比较俏皮一点，把这个笑意吹出来。我也心儿心里聪明，这个地方聪仪在心字后半拍加了个儿子，我也心儿里聪明，我觉得这个加的极好呀，这个整个句子就比较这个活泼一点呀。其实啊我也知道呀，食材后刚刚啊把脸儿夹狠呀，我这一副扑克脸呀，我这个根本是假装弄出来的。所以这个狠字吐字要重，笛子出来也要重呀，口儿里装作硬呀，嘴巴里我还是装得很硬，脸上一副扑克脸孔呀。我待要应承，我也想告诉你我喜欢你，这羞惭怎应他那一生，可是不好意思我不敢讲。所以这羞惭怎应他那一声，要吹得低，把那个羞意吹出来呀。我是很想告诉你，可是我实在不好意思讲呀。我见了他假惺惺，好，这一下子又改变成这个扑克面孔。这个 head 这一声很重要，这个 head， 所以笛子特别要在这里打一下。为什么？这个是他情绪的改变。前面我见了他假惺惺，一副假仙的样子，下面是什么？别了他常挂心。哎呀，我一走一离开，这个我实在非常想念你。所以这个嘿，讲讲这是只是口头一声，但是这一声很重要，因为实际上是他整个心的情绪的变化，从假仙变到这个真情。看这些花音月影，凄凄冷冷，凄凄冷冷。我有一个特殊的建议唱法，全部把它断掉。看这些花音月影，凄凄冷冷，这四个字把它全部断了出来，我觉得这个味道更好。造他孤零，造奴孤零。放音乐。
下一章。所以今天我就举了这几个例子，我想要把我自己的经验能够给大家分享。笛子是吹出来的，但是笛子也是唱出来的。昆曲的笛子是伴奏乐器，所以不能喧宾夺主，一定要尽量想办法把唱腔、唱的人的腔、唱的人的意境能够衬托出来。我这边把四十几年前聪仪送给我的一个吹笛或者唱曲的一个等于说是要件，实际上这是书法里面的要件。这上面他写的就是初学分部，但求平正，既得平正，勿追险绝，既得险绝，复归平正。这就是后面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我现在就把崇仪写的这个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啊，谢谢各位。非常非常谢谢王定一先生和王希一先生两位。大家如果就是知道今天他们为了今天的讲座做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准备，讲了很多的内容，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跟两位先生学习。那我们在这个同时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正在收集大家的这个问题，待会透过我们现在现有的问题看好的王定一先生已经让我看到一个东西，要用一个问题要问一下。然后如果待会我想就是说为了因为今天真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现在有一个想法，现在的问题呢，如果能够请你写下来，用聊天或问答用写下来，待会我们在这个回到开放让大家截屏合影之后，我们可以让大家可以比如说打开麦克风举手发问，可以大家更自由的交流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现在目前搜集到的一些问题我就现在问一下王定一先生跟这个王希先生。刚才王定一先生就是手上，我记得我们在当初采访的时候，您有提到你手边有崇和老师制作的笛子，还有一把非常珍贵的顾传介先生的笛子，所以是不是刚才您拿出来那把，是不是请您介绍一下？我可能要坐远一点。我现在手上的这个是一个笛套，这边是银龙，这个是崇仪他自己亲手做的。这里面放的是这一根笛子，是47年以前崇仪送给我的。当时我从台湾带来的笛子全部裂掉，因为台湾天气湿，竹子比较湿，美国天气干，我笛子全部裂掉了。结果我到崇仪家的时候，他就拿了几根笛子来，都是老笛子，苏州做的老笛子，给我挑。当时其中有一只就是这一只，这一只是当时崇仪的姐夫张元和大姨的先生顾传介曲家用的笛子。这个当时我试了几只以后觉得这一只笛子最好，但是因为它是顾传介顾先生的笛子，我不敢拿这只笛子，所以我后来就选了另外一只笛子。可是这只笛子对我的口风非常合，高音又明亮，低音又有唐音有共振，所以每一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我就拿这只笛子吹。有个崇仪就跟我说，你既然那么喜欢这只笛子你拿去好了。我说这一只笛子是顾伯伯的笛子，跟大姨跟崇仪都有这个非常的就是纪念感情价值在上面，我不敢拿这根笛子。崇仪跟我说，他说笛子是拿来给人吹的，笛子不是摆在这里给人看。他说我晓得你喜欢这根笛子，我也晓得你会好好照顾这根笛子，既然你能用，这只笛子你拿去。
所以崑曲这个话我是非常的感动。这一支就是顾传介顾伯伯当年的笛子，我后来帮崑曲吹笛子到上台我伴奏用的都是这一支笛子。那当年这个像我到美国来一个最大的问题，没笛子，我的笛子都裂掉了。所以这个崑曲也同样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到他家去以后发现他的这个地下室里面有一套工具可以做笛子，这一支笛子就是他自己亲手做的，后来送了给我。这个原来是透明的亚克力玻璃，当时笛子我们试做了很多，我自己也做过很多笛子，用过很多，用过钢管、铝管、铜管，这个塑胶管这些都试过，结果后来发现声音最醇厚的是亚克力玻璃管。这一支笛子的唐音极好，所以吹老声，这个大官声的曲子非常好。这一支笛子是崑曲自己做的，但是呢做出来以后有个大问题，我们笛子吹久了以后水滴就凝聚在这个内壁上面。实际上我前两天吹笛子连我这个竹笛子在这里这个水都滴下来了，水会凝聚上面，就会看起来像什么，像化学实验室的试管。所以后来崑曲一想，他就用那个食物的这个燃料，因为这东西我们嘴一直要碰到的，所以用食物的燃料把它染色，染成这个琥珀色，所以这一支笛子是他自己亲手做的。非常感谢这个王定一先生分享。那在这里这个今天来参加的观众问到这个问题，请问刚才王定一先生所分给大家分享这两把笛子都是平均孔吗？还是已经调过的？那平均孔，全部是平均孔。哦，所以就是老式的这个笛子。因为崑曲唱笛唱曲子，即包括我阿姨，基本上讲不喜欢用十二平均律。这个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曾经寄给阿德过。就讲因为我那时候听到有的曲友讲我们大家都应该用十二平均律，这个要不然就不准。我相信这位小姐或者先生对于音律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到位。实际上目前全世界最就是 popular 的三个定音的方式一个就是纯律大部分铜管乐，尤其像这个北狗根本没有键，完全是靠铜管共振出来的，那个是纯律。然后就是五度相生律，五度相生呢跟中国的三分损益非常相近，五度相生法。但是五度相生法有个大问题，转来转去转不回这个基因多，转不到转不回。这个隋朝时候有个大神经病金房，他就说不相信，他就一直转。所以金房搞出来什么隋朝360律，他转了360次还是转不回去。现在数学上小学不可约的分数的整数次方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整数，因为你哆跟哆就是频率就是一跟二之比嘛，所以永远回不去。所以十二平均律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在哆跟哆中间总共十二个音，每个音都稍微挪一点，好处是什么，可以转调。所以钢琴必须要用十二平均律，因为这样子它每一个 octave 的比率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要转调可以。但是从某个观点来讲，十二平均律是这几个律里面最不准的，它没有一个音除了哆跟哆以外一个八度以外连五度都不是很准，都移了一点。所以至于到底要不要用十二平均律来唱，这个我个人并不一定坚持一定要用或者一定不用，但是我觉得如果随口就批评人家你不唱十二平均律你的音不准，最好先考虑一下。
谢谢王定一先生。有关于上一次在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很多观众其实对中国的戏曲当然会很牵涉到音乐这上面，有观众其实我们在技术测试的时候已经测试过了，有几位观众问说可不可以吹几个音听听看这个平均孔听起来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因为这个 Zoom 这个设备的关系，吹起来这个声音可能这个品质不是很好，所以现在王定一先生您觉得呢，就是他们只是想听听声音，就是这个笛色怎么样，我看一下，那第一个对，我要可能不要吹他的，不是，我先要征求他的同意啊，对对对，看到那个笛墨是不是好了，那也许在同时我请丁先生先把麦克风关掉，您在试的时候我请希一先生回答一下观众问的一些问题，相关的问题，对，就是说那个这个刚才这个希一先生您提到，就是您因为制作很多昆曲的演出，所以你很多实际的经验在看到舞台上的一些制作啦，特别是在灯光上面的一些您自己的试验跟体会。那现在有一个观众提问了，现在昆曲演出在什么样的剧场最合适，最适合欣赏，就希一先生您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我认为是这个剧场大概是600到1000个位置左右的剧场最适合，再大你就完全靠音响，然后最主要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剧场的有没有很多布幕会吃音，或者完全是水泥会反射，这些通通要考虑的。那现在如果你用舞台上的麦克风，我建议是摆在前面的麦克风，顶上吊的麦克风绝对不要用，因为顶上麦克风会把四周的杂音吸进来，后台的杂音都听到了，听得到，所以这个要很注意，就是用现代的舞台的话要很多东西要小心。那600到1000个位置甚至没有麦克风，如果一个好的演员可以传到最后一排，不带小蜜蜂，不带，不是，没有小蜜蜂是绝对没有，我是坚决反对小蜜蜂。那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在王定一先生还在试笛子的时候，也许我问一下一个也是观众问的，就是说在当初王希先生和王定一先生你们在这个写这个墙头马上这个曲谱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怎么样克服，就是说在那时候您对这个昆曲的理解啊，曲谱啊，怎么写工尺谱，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对，最大一个困难就是最后那个转调货郎，转调货郎里面很难听，有些音很不容易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就定义用笛子跟他合到两个一样就晓得对了，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会吹笛子所以有这个好处，如果自己不会吹笛子就比较麻烦，这一段是最难的。那再有一个问题也是观众提问的，就是现在在这个唱上面啊，就是说刚才王定一先生跟王希先生念这个曲词嘛，还有唱，就是说这个唱的这个咬字，咬的是江浙口音吗？还是所谓的国语？那个基本上我们唱的是南方口音比较重，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平嗓去入的入声的问题，如果你按普通话来唱，入声全部不见了，所以必须要用南方的口音，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查韵书，按韵书，就像这本《韵学履足》，它里面是原来是给南曲的，后来把北曲的发音也摆在里头，所以每个发音最好是参考这些韵书，如果真要讲究的话。不晓得王定一先生的笛子
愿意合作了吗？好，没有，他还是在抱怨。不过，大致可以。大部分人唱曲子的人都晓得要吊嗓子，可是很少的人晓得要吊笛子。笛子你事先如果没有时间好好去 warm up， 怎么样也吹不好。这张笛膜跟你搞鬼的话，你怎么样都没办法吹。所以这个，像我普通练笛子的话，常常一吹就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我那人就说你为什么要吹那么久？我说没有办法，笛子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比较正常，基本上讲大概到一个小时以后，那个笛音才会到真正最 top performance 呀。所以等到你一个小时以后你再吹，那时候也越吹越过瘾了，就不肯放了，所以一吹就是两三个小时。对，好，那我这样子我就试吹一段，这个过门，万年欢，这个或许给各位这个曲友参考一下。顺便我提一下，一定有人问你在干什么。实际上这个是笛膜松紧的一个好办法，尤其在台上，我不能吹两个音来看看笛膜对不对啊，人家在唱戏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年纪的人，我们小时候还吹过梅兰子，那个时候没有火柴，用就是等于说一个宣纸一样东西，那个火在里边，但是火头没有，你需要火头的时候就用嘴去吹，但是用舌头把那个风定掉，因为风太强你把火又吹熄了，所以这是梅兰子这个点火的办法。哎，我发现这个东西拿来试笛膜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就嘴放在这个吹孔上面，然后喷一口气，舌头马上把它停住，这时候我就可以听出来这个笛膜的松紧度。这样子听起来差不多了。好，非常抱歉，这个笛膜还是不对，所以只是勉勉强强有几个音乐。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也要让各位参与的观众知道，我们曲社试了非常多次，就是其实这个我们用的这个平台啊，有时候这个所谓的现代的音响效果我们还在尝试，因为有时候也跟这整个的这个设定有关系，所以一定要相信王定一先生吹出来他很多这个音高有时候是被这个技术所影响。陈明老师，我看看现在的时间，其实观众的这个问题一直不断进来，我们是不是在有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让大家一起来合影截屏，然后再做一点轻松的交谈，老师觉得好啊，非常好。好的，那我现在再看一下这个事情我请Hsi-I先生回答一下。刚才有个观众问了，如果查韵书的韵脚以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发音才对，要怎么样，有什么建议？就是看了韵书还是不知道怎么发音，这就很难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学会切音，韵书上都是用切音，所以你要看得懂切音，这就比较难。对，这个就是说对初学人讲比较难，所以对初学人最好就是你跟着老师唱，跟着老师念。那我如果可以再追问你一下，其实我也认识Hsi-I老师，我知道您在这个华盛顿其实还是都有活动，其实是今天晚上
你们都是晚上有活动的，是不是？我们曲社在纽约有传习班、办讲座活动，我知道您都有来看我们的演出等等。不晓在请问您在这个华盛顿这边做的有哪些活动？有没有教怎么样看运输呢？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疫情以后也是用网络见面，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六晚上聚两个多钟点，有时候是曲会，有的时候讲解某些东西，特别的东西。最近就在讲公尺谱，全部用公尺谱。这是我们社员自己提出来的，要求看公尺谱，而且有些社员还是上尺公，而不是上哆来咪，所以就基本上全部，因为公尺谱有它的好处。现在的另外呢，另外我们有一对一的拍曲，那是每个人约定时间，一次一个钟点到两个钟点这样，一对一的拍曲。是，那请问王定一先生呢？我知道您现在人在加州，请问您有参加就是曲会啦，或者是聚会等等，是否？几乎没有，我们这边也有域名同齐。我去过一两次，但是因为距离也远了一点，所以很少。主要就是这个李林德，这是李方贵跟徐英两位的女儿在主办。那这里面最热心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小慧，整个联系基本上都是她在联系。对，刚刚这个希一提到这个切音。其实切音不是那么难懂，尤其如果你懂注音符号的话，切音大部分是用两个字合成一个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用第二个字的韵母合起来，这就是切音出来的声音。可能这个还要再找机会，就是说这个今天真的是要谢谢王定先生、王希先生为了这一场讲座大家都知道准备了很多，那也让两位先知道今天参与的人非常的多，真的是曲社非常的开心。那现在我们曲社的工作人员，我们现在把所有今天参与的人员我们都请他们加入，然后我们大家截屏合影，然后大家都到了以后，我想可以用举手的方式，然后我们大家再交流一下，争取一点时间。希先生，我再补充一点，这发音的部分南曲跟北曲不一样，这个大家要注意。北曲也不是用普通话，用的是元朝的大都话，所以就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注意。不像一二三四的一，北曲不念一，念乙三声，这个要注，这个就是要查运输上要知道。是好的，那还请那个老师等我们工作人员一下，我们现在好多工作人员现在把所有今天参与的人员都挪成到参加，然后请所有的参与的人员先把你们的麦克风关掉一下，然后把你们的头像打开，然后如果你看你的荧幕的我用我的电脑，所以我看我的右上方有一个观赏模式，如果你把你的观赏模式打开成一个所谓的画廊Gallery View， 就是画廊模式，你就会整个看到今天所有参与的人。所以现在请大家试一下，如果有问题，能否请你就是说用写的，因为现在如果大家都把麦克风打开，会完全都是杂音，所以请大家先把那个麦克风关掉，然后我们先留就是说大家先合影，然后我们大家等一下可以就是说用这个举手的方式，我们现在大概在一分钟我们现在把所有的人都挪进来，然后也许大家可以用聊天的方式写在这个聊天栏，先写一下，然后如果大家知道其实名字就是说也可以就是说让他更清楚，那也可以请王定一先生跟王希一先生看一下，今天真的来参加有好多好多人，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麦克风需不需要关？我想还是可以打开，因为您要回答问题的，对。
好的啊，我现在看还有一点点，所以请大家改变一下观赏的。我现在目前看到至少有三页，就是我现在再看一下哈，就是三页，对，至少有 gallery view。对对对，所以如果你用那如果你用手机啦，如果你用其他的方式，可能你要一页一页的滑。那所以我待会儿我想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那个我们一页一页来，就是说第一页的人，我们大家比如说数到三一二三，然后我们那个大家合影，然后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名字都打开。我知道哇，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么多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是这样的，因为呢每个人的页数，每个人上面的页数的都不一样，所以说等东兴请大家都准备好的时候，请所有的人都准备一下，不好意思了，因为每个 device 的 layout 都不太一样。好的，现在如果您还在观众席，然后您还没有到现在已经有四页了，所以我们基本上真的是有这么多人的来参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我现在我就请大家谢谢玉荣提醒，我们大家的这个页数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按照我们现在，您看您在哪里？那我现在也许我们至少看起来有三页，我就数到三，然后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可以，我们取社会把这个录起来给大家，然后我们再就是说发在我们取社的这个透过我们取社把这个发出，所以我就数一下，然后我们大概时间好，这一二三，好的，好，再来一次，好，第二页，好。一二三，谢谢，好，再下一页，好，再来一次，一二三，谢谢。所以现在是自由交流的时间，刚才有很多还有一些问题现在因为如果所有人都把麦克风打开，可能会出现就是只有杂音都听不见，所以我先透过如果观众工作人员或老师有更好的建议，我们让大家能够更交流再多一点，真的是机会非常的难得。那也许如果您看到你的底下有一个举手，如果你举手，那我就请你，我就说请某某某，那你就把你的麦克风打开，这样大家都听得见，好不好？所以有没有谁要跟两位先生，或是说你有看到你认识的人要打声招呼，请你用那个举手的方式，那我看到了，我就请你把你的麦克风打开。我看到周凤丹了，对，丹好啊。对，就是我。哎呀，真是太久没见了。问好。哎呀，有几十年没见了。可能有半个世纪了吧。我非常高兴能见到你们。哎呀，真是的。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你们了。那个惊梦那个山波羊啊，那我以前学的时候啊，他是这样唱的：莫。乱离音，可是听那个梅兰芳先生他电影里头他唱啊，莫乱离音，我觉得很别扭，因为那个好像是京戏的唱法，你们的意见怎么样？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啊，那个。主要是看你这个豁腔跟后面的豁腔怎么连，这是两个腔的问题。乱字是豁腔，后面要跟理字的第一个音要连在一起，所以莫乱离音。
这样子比较顺，这并不是京剧唱法或者是昆曲唱法，就是看怎么用这个腔。这边因为提到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我特别想讲几句话。这个就像刚刚凤丹讲的，梅先生在这个咬字方面，在这个唱腔方面，尤其像这个橄榄腔、圆腔方面，并不像传统昆曲的唱法。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方向去看他的话，他的曲子很多人都说唱的根本不像昆曲，不好。可是梅先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我听过的所有这个惊梦，尤其第一段山坡羊，我听过的都是第一流的行家，我的姨母啊，许文佩，这个充姨张充和，还有其他的。可是我觉得讲到整个曲子的意境，梅兰芳最好。这就是梅先生真正精彩的地方，他抓到了杜丽娘那个春情那个味道呀。我也看过有的人演这个，把这个杜丽娘演成这个潘金莲了呀。所以像这种地方，这就是梅兰芳最精彩的地方。所以学梅先生东西，我觉得不要学他一个腔一个腔，一个腔一个腔，那讲句老实话，余老的腔远比梅先生的好。梅先生真正最精彩的是抓到整个剧的剧情。你讲到这个字，另外还有一个梅先生的腔要特别提到，是在《棉达序》里面呀，里面那个无奈高堂唤起，高堂的高字，梅先生往上画，变成拉多高，这个字唱走音了，这是把高字唱成告字。所以这个地方我在吹笛子，因为很多人受了这个影响，所以我在吹笛子的时候，我吹到这个高的这个拉的时候，我就把它停掉呀，希望唱的人不要唱上去，但是即使唱上去我也不会跟他撞掉呀。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梅先生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但是不要学他的缺点。在我看的时候，据我认识的，我看到从北京昆研社的欧阳启明女士，就是谢谢您来参加。然后我看到还有美西昆研社的张厚恒先生，是吧？如果您看第二页的话，就是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然后还有看到除了我们曲社的老师温富林老师、吴德章老师、尹继芳老师，还有远从也是在美西的沈晓明老师。其实真的很高兴看到沈晓明老师也一起来参加如果我没有注意到，还有陈涛老师，陈涛老师也是在曲社，真的是非常谢谢一起来参加。就是这个就是大家自由开放，如果王定一先生跟王希先生有看到认识的朋友还有小慧姐张慧仁女士，也是要谢谢您，非常谢谢您为曲社宣传这一次的活动，就是真的是非常谢谢。不要客气，我很高兴的就是有几位对昆曲一窍不通，从来也没听过人，是为了两位大师的名气，是他们私人朋友，今天也在线上全程在听，非常高兴。还有就是刚才那个王希讲的灯光啊，那个设计，你们舞台演出有一段影片非常好，是不是你们创新的这个就是按下那个，而且这个创新有没有让推广给别的剧团或者演出人使用？另外就讲到灯光啊，我不知道昆曲是不是也跟京戏一样，那个脚灯非常重要，就是对演员，因为大浓妆那个脚灯够的话就会有阴影，比较显得年轻。脚灯是必须要有，为什么？因为没有脚灯的话脸上会有阴影。对，而且脚灯是特别重要，跟外国戏不一样，因为外国人常常他们剧场就觉得很怪，为什么我们其那个正式的舞台灯光不要，就弄一个很大的很亮的脚灯一排啊，我们就要解释那脚灯其实对摄影来说很妨碍，可是必须要很亮，要不然人就有时候有阴影，变得比较老。还有就是你们可不可以以你们的影响力啊，就昆曲从此啊就启蒙的话，
用就是用正体字和宫崎谱，因为它是就算是文学传统文学艺术一部分，就因为启蒙用啊就不难了，后来再从简谱改，很多人有心理障碍，觉得太难了。像我的儿子根本就是阿木林，他也是受到我非常感激，就是李方贵李伯母用了几没有多少时间，就是他拿起那个亚克力管子的那个好奇，看到那根笛子拿起来胡吹了一声，就让那个李寻英李伯母就很认真的教了他十几分钟，就是用公尺问他是不是字，他说是字，李伯母写了上尺公凡六五一，他就说上尺公鸡六五一，李伯母就纠正一个字，就这样开始，就是开始这样就不难了。我希望就是能不能，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非常高兴，就是有大批的人开始对昆曲有兴趣，可是他们就是还是以简体字和简谱启蒙。好的，非常谢谢。看到后痕在这里，哎，后痕，哎，后痕，你好啊，是啊，好久不见了。对呀、啊，你看到你的那个墙头马上没有？啊，那个王定一是大概有四五十年没见了。对呀、啊，对、我跟王希一还有机会见面。我们还常常见面，哎，很高兴。非常谢谢这个张宏文先生这个来参加曲社的活动，还有很多朋友一起过来，然后真的是看到这个过往，当然这里很多很多的前辈在这里，所以这个前辈们对这个昆曲艺术的投入喜欢，然后这些赏析的深度真的是我们后辈要很加油了。所以就是我曲社很高兴在这个从去年开始，其实因为疫情转为网上发展，反倒是因为这样增加了很多认识前辈的机会，倒是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美国发展的一个历史的轨迹，希望能够记录下来。那现在也很希望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再交流，把对昆曲艺术的这份喜爱再传承下去。还不晓得两位、先生还没有看到认识的朋友，因为我真的是晚辈了，很多人今天真的是全程参与到最后，真的是意犹未尽，在我们、时间在、最后、看看、我这里有个认识的，这个王希一、王定一两位兄弟啊，我认识几十年了，这个王定一跟我住在很近，我们是大学同学，那个西医啊，我在这里问候你啊，我这个好久没见到你了，你在东部，我们见的比较不太方便。对。还有另外举手，我看到你的代号，是的，请说。呀、yeah, ，我是王之一，我是王。哦，王之一在这里。对。你现在没看到你还是王之一？好几位都好久没几十年没有见到。我只是因为刚刚讲到墙头马上，我就想到我们那个时候还在中学嘛，那个我两个哥哥为了把那个谱跟那个这些公尺谱跟那个唱词弄下来，那个唱片从早到晚一遍又一遍的转，因为一次不可能听清楚嘛，他们不知道转了几百次。那几个月，我现在是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不过就那几个月我们就是被我们说我们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把唱机也占去了，然后这个不停的一直在转来转去，就在听那个声音，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从小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那后来我因为到美国来，我在西部念书，那个时候我大哥在东部，所以也没有什么机会，不过我第一个 Christmas 的 vacation 就到东部来，到大哥那边，然后他就带我到聪和阿姨家，所以我第一来美国的第一个 Christmas 是在聪和阿姨家过的，然后就是唱曲子从早唱到晚，我们那个时候聪和阿姨要我烧牛红烧牛肉，因为我们家的红烧牛肉还蛮有名的，结果因为唱曲子唱忘了，
把那个牛肉烧焦了，结果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结果那个Hans 就跟我们讲，他说不稀奇不稀奇，我已经不知道洗过多少烧焦的牛肉锅子了。所以就是很多这一次看到这个样子，我很多回忆想到，就是小时候啊，后来到美国来头几年，那我是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唱曲子，不过刚刚就是哥哥在吹的时候我跟了唱一下，觉得很过瘾。非常非常谢谢一起来参加，真的是。还有没有哪些朋友在时间，在美东时间已经有点晚，已经是晚上十点，但是大家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我看到把镜头打开的，我知道远从这个我再看一下欧阳启明女士，请问您是不是人在北京？可不可以请您打开麦克风给大家打声招呼？北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在北京，而且我记得经常听那个崑曲四姨在讲起王定一王老师啊，说他们在一起唱曲和学曲的时候的一些笑话。那这个笑话讲起来，崑曲四姨应该是86年跟我讲的，所以我都有点忘记了。那个慧媛姐一给我发这个王定一先生的讲座，我说呀，那我一定要去听一听，因为我还没有见过面，总是在提起这个人物，但是没有见过。今天听了两位王先生的讲课，真的是很受益，谢谢您，谢谢你们。谢谢欧阳启明女士，真的远从北京来参加，不晓得在技术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不知道大家听我讲话有没有很清楚，因为我们跟张厚恒张老师那儿已经有过曲会啊，已经有过联合举办的曲会，所以用这个网络还是不成问题的。那太好了，还希望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有人提醒我，卢燕女士也在吗？那个卢燕老师很客气，还特别写了回信给我说他一定今天会来听。请问戴好，我们前辈非常的谦虚客气，很谢谢。我是卢燕，我今天非常受益来听您的演讲，还要那个听定一先生的笛子，勾起我很多的回忆。实在是太难得了，还有谢谢您这个特别留下来一路跟我们听到这里我再看一下曲社有好多的老师，不晓得老师们有没有要陈明老师，你觉得安娜老师，安娜老师好，很高兴安娜老师也参加了。我再看一下，那我特别要这个向这个卢燕卢女士say hello。 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40多年前在 Boulder 我曾经帮您吹过游园，所以我到现在还很记得的很清楚，很高兴这次你能够来参加。那个时候我唱的也不好，不是太到底，是在留声机里头跟梅先生留声机学的。没有，当时我觉得跟您伴奏这个非常的开心，然后当然这个您跟我舅舅许基传也是非常熟悉，讲老实话，我49年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舅舅，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谈了不少关于这些旧事情，这次很开心能够见到你，谢谢。希望疫情以后我们能够再见面。那好。是的，也希望这个疫情以后大家能够就是说除了在网上的活动能够再见面。卢燕这女士其实也有来参加过曲社的活动，记得有跟我们的曲社工作人员合影，我在这里也有看到尹继芳老师，我们曲社的前艺术总监，以及吴德章老师也是曲社的前艺术总监，真的是谢谢老师们一起来参与
好的，陈明老师，现在我现在看到北京婚宴社社长王希先生，是的，可不可以请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哎，各位老师好，今天上午听到这个讲座非常的受益，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通过网络交流。好的，这个我们是的，这个很非常非常高兴，所以你这个希望以后我们现在可以透过网络的方式能够在彼此的交流。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两位老师？两位先生，因为我觉得老师分享的资料都特别好，我们先学习。好的。我想问一下，那昆曲啊，有没有像京戏一样，就是笛子是伴奏，可是像京戏的京胡，有的时候会忽然有一段啊，他就那个京胡，因为像过门之前一段过门就耍帅，就表演一个很花俏的一段。那因为像昆曲没有什么过门，所以笛子就是完全就是伴奏，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不会有一段就像独奏一样。就是小小的几小节，就是花腔，就加花腔，有没有这可能？昆曲夹在唱腔里面的过门基本上讲是没有，但是大段的过门有，像我刚刚吹的这个万年欢，就是惊梦里面的过门，这个杜丽娘下场，柳梦梅上场，都是用的这个音乐。所以这就问题。这就我问题，就是说这种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像京胡的师傅那个老师一样耍花腔，就像独奏一样，大家也鼓掌替那个伴奏鼓掌，就是他那段最好是不要啊，因为整个戏剧有戏剧本身的一个气氛。如果你单独一个乐器去耍花腔去那个话，把整个气氛打掉了。所以这个在昆曲里面基本上没有。还有就是那个昆曲的伴奏笛子啊，我个人有一个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就很正常，就是笛子吹得非常好的时候啊，感觉有人在唱，就感觉像唱。可是像西洋乐器，钢琴弹得再好啊，也不觉得是像一个人在唱。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不是一般人都有，还是我就是有一个这个错觉。你这感觉完全对呀，这就像我刚刚讲的，笛子不只是吹出来的。笛子也是唱出来的呀，这个西洋音乐里面基本上讲也有这种情形。这个钢琴当然比较难一点像唱，但是如果是小提琴的话，有的地方就很像唱。对 ，OK， 谢谢。然后这个Jenny 胡还请您举手了，可不可以请你把麦克风打开？是的，还请你有什么问题？谢谢啊，非常荣幸。听到两位大师给我们讲解昆曲，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我记得几年前呢，有一位昆曲的表演界的真的是大师啊，他跟我讲过，他说就当时讲到笛子，他就说其他的剧种呢现在已经不用笛子了，但是昆曲还在用笛子，因为就是昆曲，就是笛子是代表的，就是最古典的那个戏曲的伴奏，而其他的剧种都慢慢就演变到其他的伴奏乐器了，只有昆曲还保留。我就想请问那个二位老师，这样这个 statement 是不是对的？音乐永远是在演进，这个昆曲。以后是不是还继续用笛子？讲句老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是传统的昆曲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以笛子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京戏的话主要就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以后会不会形成另外一种新式的剧种，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只有看时代来让它自己的进化。谢谢丁一老师的回答。我现在看到有个问题，有人问，
怎么样能够参加我们的、课程，那就是说传习班的、课程，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玉荣，可不可以你留在这个聊天有一个电邮，可以让有兴趣的、今天参与的听众能够跟曲社联络，如果想要参加曲社的、课程这件事情。然后Hsi-I老师，如果有在 DC 附近的、朋友，是不是、我们把消息转给老师，如果他要怎么样能够参加这个、华盛顿的曲社的活动呢？Hsi-I老师非常欢迎，如果有人 希望参加，随时跟我联络就行。好的好的，那请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电邮留在这个留在聊天。还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位今天来参加的这个观众，您的代号是 Mark， 您好像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定义老师，是不是？如果你还在，你要问一下吗？就是你问到所谓的凡字调的笛子，不晓得这个问题是不是你想请问一下。这个我可以回答一下。在传统的笛子里面、基本上讲改指法，所以我们当年学的时候，这个后痕也是一样，这个基本上有七个调都会吹的。现在用了十二平均律以后，这个就不能够随便改了。所以基本上讲一根笛子可以吹准差不多三个音，比如说是低调笛可以吹准小宫调、这个正宫调跟倚支调，然后这个 C 调笛可以吹准六字调、尺字调，这里面就凡字调就不行了。所以有的时候凡字调可以用一调笛来吹，但是凡字调基本上讲可以用一调笛，按照传统的凡字调的指法，唯一的 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凡字调的咪，也就是小宫调的发，到底是按两个指孔放一个指孔，还是按一个指孔甚至于三个孔全放，这个就要看每一根笛子不太一样。所以凡字调基本上讲可以用低调的笛子吹没有问题，但是要改指法。谢谢王老师。那个我其实我问凡字调的话，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我看了一些文章，他讲到那个凡字调公尺谱的凡字调应该用降一调而不是用一调，所以我是特别想请教这个问题。讲到这个中间牵涉的问题就大了。这个基本上讲笛子的音不是很准，我自己是学物理跟电机的，这个笛子是属于所谓管共振，严格讲笛子八度音都不准。各位可能看过西洋的笛子，西洋比较好的长笛在这个 key 的上面还有洞，不是完全封死的。比较便宜一点初学的笛子，那整个 key 是完全封死的，可是比较高级一点的笛子它在 key 上面还有洞，这个原因也就是因为音不够准，所以它加了那个洞以后那个音比较准。而且笛子像我们吹的话转一转就会那个音可以差到、至少八分之一个甚至于到四分之一个音。我还记得当年在台湾时候跟后痕一起吹，有一次我拿笛子吹他拿笛子，我们两根笛子不合，我们两个人把两根笛子一换声音就合了。这个跟每个人的口风也有关系，跟你吹的角度跟你吹的、力道通通有关系。所以这个中间如果要讲到底是哪一个准，基本上讲没有、就是定律。以前我曾经看过美国 Physics Today 上面登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西洋笛子的、音准，它是用一个人工的吹口呀，这个用气打进去然后音一个个出来，结果发现如果用人工的吹口吹那根笛子吹出来的音根本不准呀，差得很远。可是同样这根笛子交给一个长笛的演奏家去吹音就准得多呀。为什么？因为我们吹的时候还有耳朵，不只是这个像那个机械吹口，机械吹口它没有
就是没有回收，没有 feedback。 我们有耳朵，我们耳朵听了以后，自然而然你的口风的强度会改，吹的角度也会改，这个时候就把那个音会吹到你觉得准的那个音上去。所以乐器所谓这个音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只是机械式，这根管子出来的音就是 A， 那根管子出来的音就是 C， 实际上尤其是管子，管振动这个中间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调的。对，我要提一下，在 中国的音阶跟西洋音阶不是完全一样，在在咪跟发这个半音中间，中国的变质是声发不是发，所以 跟西洋的音乐用的不一样，只有这个音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到底是用一调笛还是降一调笛，我认为是应该用一调笛。谢谢王老师。这正好扯到这个这个发的问题，就正好就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在昆曲里面，在发跟西这两个音中间有没有特殊的处理？就比如说，就像您讲的，就是发它是不是在还原发跟升发之间，西是在西跟降西之间？对，西不西？你这个讲的是平均孔笛，如果现在照十二平均律的话，基本上目前我吹的发的时候，我都是吹升发，吹用十二平均律的笛子去吹升发，吹升发不能吹发，是哦。那西呢？西没有错，西就是只有发，只有发一个音，只有发一个音。对，好，谢谢王老师。金西的那个发也是升发，所以。合的，对，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发是升发，对对，所以我们不能够用降一调。好的，这个还有很多的，真的是很值得这个讨论的地方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再一次谢谢有这么多的喜爱昆曲的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活动，真的是活动非常的成功。当然，真的是要归功于两位先生，王定一先生、王希一先生，他们自从接受曲社邀请，就非常认真的准备。那我们会和两位先生保持联络，我们也希望后续能够再举办活动。刚才陈明老师已经提到了，我们在四月还有五月还有活动，我们还会再跟大家保持联络。那我现在请曲社的工作人员把一个跟曲社联络的电邮会放在这个聊天请放在那里，然后我们大概再过两分钟，这个平台就我们就会关闭。所以也许现在如果大家要打开，就是只要说个再见，我想没有问题。那我真的是，或者是把大家打开给两位老师，这个真的是谢谢他们非常努力的这个准备，实在是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可以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透过这样网络的平面，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可以继续再交流。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电邮地址放在聊天了。如果你按一下聊天，有一个电邮的地址，这个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如果想要再跟两位老师还有再联络，也可以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再保持联络。然后要谢谢。再次谢谢大家来参加，那我们的有没有还要打开麦克风跟两位老师聊一下，不然我们这个平台就要关闭了。今天只是一个活动的开始，还要期待下一次再跟大家在网上继续进行这个活动。我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有这么多对昆曲有兴趣的曲友，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讨论。就像前面你们介绍的时候讲，希一跟我们两个人基本上讲，在昆曲上面至少花了六十年的时间。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跟你们讲的，我的身上永远有笛膜，六十年没有离开我的身上。我不管到哪里去，全世界不管到哪里，我身上有笛膜。好的，那我们今天活动圆满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我们期待再相会。
再见。再见。